彩米吃过吗？给大家做一锅炸米花，炸彩米花、爆米花。来，开火，开始搅拌。不管你放啥也好啊，咱们只要爆米花一下锅，开火之后，记住啊，不停的去搅拌啊，而且咱们一定要搅拌均匀啊，就像我这样来回的去搅拌就可以了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啊，手不要停啊，一定要记住不要停。好香了，我现在都闻到香味了。来，我们加快一下速度。你们有没有吃过炸米花？这是一个彩米，彩色的，不知道它用什么做的。有认识这个大米的吗？至于它用什么做的，我不太理解，不太了解。在网上购买的，网购真是个好东西啊！我感觉要爆了啊！好快，好香啊！哇塞，哇塞，大米要爆了！哇塞，膨胀了，看到吗？开始膨胀了。哎，有个问题啊，彩米能不能做彩色的爆米花？因为它的颜色会被掉粮粘到爆米花上呀。但是我感觉应该能做出一个沙琪玛，是不是跟沙琪玛一个原理？是不是？把糖一沾上就变成沙琪玛了。哎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来，我们开始换锅。轻轻晃晃，轻轻的晃晃锅，哇塞，老棒了，看到米都粘上去了，而且爆的老圆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哇，而且老香了，让你们闻一闻，哇，太香了，来关火。这锅有点小，如果用那个大锅的话，晃得更均匀一些。超棒，三二一，开盖！哇塞，太成功了，而且老圆了，爆的！哇塞，我没有想到哎，哇，快赶紧吃，赶紧吃！